看你长这么大了、啊。什么小女孩啦？我几岁了？那边。哦，好啦，我们俩做生意很辛苦的，要加油。哎，哎。没到没到，我只是来买点东西。开什么玩笑，想吃菜了，肉都进到我了。我们只是把一个朋友来带来给你啊。那我们就先走喽。都过了几年才想到我，真的是很不高配角哎。哦，我相信你会原谅我健忘吧。好啦好啦，其实我在那边过得还比较好，他们根本把我当作成他们的王一样对待，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，我根本不想回去。听说你要开始来摆摊了，我才来看你。哇，那你应该感谢我，而且这样我也不会有什么你带给我的愧疚感。真的是谢谢大小姐呢。好啦，你要买什么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来看你而已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啦，保持联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咦，又来了一个。啊，什么一段？牙齿。啊，就是我们最后一段第一次才在一起的、啊，哦，怎样？有兴趣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现在对感情没有什么憧憬。好啦，那给我们最高级的蔬菜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了两周年，要好好庆祝才可以。祝愿祝愿生意兴隆。好、哦，好啦，来吧，这是最新鲜的菜。谢谢，这些菜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哎、欸。希望你们料理快一点哦。好，我们先走、哦。